么大的小鲍鱼，一天只能吃一个哟，吃多了可容易流鼻血。哎，刚出锅的，你瞅瞅，哎呦妈呀，我这龙虾是假的，不能动啊！我爸一会儿把我须子给我弄断了，真是怪贵的。81个呢，这假龙虾，就为了上镜好看，你瞅瞅。哎呀，把那个小鲍鱼的内脏给它处理干净啊！蘸点我的小尿汁吃。嗯，太巴适了。哎，不够辣，再来点啊，辣椒油。再来一个啊！我的妈呀，这不行，这太烫了，坏一个。换一个，一会儿给我手烫秃皮了。这个是内脏啊，宝子，内脏不能吃。嗯，然后咱们蘸点秘制的小辣椒油。